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跟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日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日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日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74页，474页第一行。诽谤，诽的意思同谤，谤者毁也，所以一般都称为毁谤。言人之恶，这个谤是说别人的过失，而过其实者，说得太过分了，超过事实，这是恶意的毁谤他。那么毁谤正法，就是毁谤佛法。此深念必生之大愿，普被一切，但除既犯无逆，又谤正法之人。这是照这个经文字面上的意思来解释。深念必生，这就是第18愿。18愿，他所辟一切众生，情与无情，都包括在其中。但对于有情众生来说，前面说了，他犯了无逆十恶。那么又毁谤正法，这样的人啊，不能往生。这样人不能往生，所以但除啊，这个要除外，不在生念往生例子之内。这就经文的解释。可是观经曰，观无量寿经，无逆十恶，临终生念的也得往生。但是他没有说谤法，是仅仅所除。这除是被开除了，
不在这个里头啊。啊，盖既犯无逆重罪，又毁谤正法，这罪上加罪，且谤法罪最重，谤法之人称为谤法禅体，所以他不能往生。啊，这就经上字面的意思来解释。下面，或者有人问：若人犯无逆罪，而不毁谤正法，啊，那观经里面所说的，这可以往生。若有一人，啊，观经上说可以往生。假如有一人，但毁谤正法，不犯无逆，这个人可不可以往生？往生论注上卷。往生论的注解，坛然法师的，啊，这都是古时候净土宗的大德。他说：“但令毁谤正法，虽更无余罪，彼不得生。”啊，坛然大师说。斩钉截铁，毫无怀疑，必定不能生。啊，何以言之？这为什么呢？坛然法师说的话也有根据，不是随便说的。经云，啊，引佛在经中所说。无逆罪人堕阿鼻大地狱中，拘受一切重罪，但接近得出。前面我们看过了，一大劫，也有说一中劫。啊，一中劫是20个小劫。一大劫是80个小劫，这多么可怕的事情！啊，毁谤正法人，堕阿鼻大地狱中，此劫若尽，复转至他方阿鼻大地狱中，如是辗转。经百千阿鼻大地狱，佛不及得出世界。他什么时候得出？佛不知道。一毁谤正法了，罪极重故。这是坛然法师引经说的。又曰，这个又曰也是经中所说的。如但知无逆罪为重啊，而不知无逆罪从无正法生。为什么有无逆罪呢？没有正法，世间有正法，人不会造无逆罪。啊，那毁谤正法的罪也是最重了，比无逆罪还重。坛然法师说的。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啊，没有正法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人的价值观完全毁掉了。啊，都想偏了，都想邪了，正念没有了。
皆罪从这里结的。啊，所以一切罪恶当中啊，没有比毁谤正法这个罪业更重。啊，我们读这些经文，明了经文所讲的意思，我们看到毁谤正法的人，都生起怜悯的心。为什么呢？他造阿鼻地狱罪业。啊，不要说造，起一个恶念，对正法起恶念，都是阿鼻地狱。啊，能不能得救？没办法。啊，除非他真正回头忏悔，后不再造。啊，不懂得回头，不知道忏悔，还继续再造，这人没救了。啊，佛法怎么能不要呢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不要佛法，就是不要中国传统文化。为什么？佛是什么意思？大学里的头一句是大学之道。在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。这一句就是佛陀。佛就是明明德，明明德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的人称之为佛陀。啊，见性的人自受用是清明，他受用是止于至善。啊，或者是他受用是清明，自受用是止于至善，都讲得通。啊，亲是亲爱啊，民是众生啊，用人民来做代表啊。啊，自行化他都要止于至善，这不就是佛吗？那不要佛，这个都不要了。啊，佛的意思跟大学这三句完全相应。啊，谤佛的人是对佛法一无所知啊，不知道佛是什么。我们住在香港，邻居就是不懂得佛法的人。啊，是个天主教徒。啊，今年过年，我们在门外贴一张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啊，他来告诉我们，不要贴这个，这个不好。啊，他们很忌讳，认为念阿弥陀佛就是死人死了，人死了才给他念阿弥陀佛。啊。这个一句话很不吉祥啊，这个就是谤佛啊，这就是毁谤正法了。他无知，什么叫阿弥陀佛？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根本就不懂。啊，我们佛门弟子有责任。没有讲清楚，没有讲明白，让人家产生这么大的误会，让人家天天在造谤三宝的罪，造地狱罪。啊，我们能忍心吗？啊，跟他解释佛陀这个意思，都要善巧方便。
啊，他这个错误成见很深。啊，要跟他讲高深的理，他听不懂。听不懂，他就不会接受。他说：“你们搞迷信。”啊，听得懂的，他就容易接受。啊，那我们翻过来问他：“你要不要智慧？”“要啊，智慧我要啊。”“你要不要福报？”“这个福报我要啊。”“你要不要长寿？”“这个我要啊。”“你知道佛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佛就这三个意思。”“那你如果不要了，你就不要福报，不要智慧，也不要寿命了。”“哦，这叫怎么回事情啊？”他就慢慢问你。啊，问什么你就答复他，你给他解释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贴在这个地方上，我们以最有福报，啊，最有智慧，啊，得长命百寿，长命百岁，他高兴了。啊，他信基督教，信这个天主教很好，啊，我跟天主教教宗照的照片很多，啊，我说你来看看。你们这个天主教的头，我跟得很熟。啊，他不反对，他不忘佛。应机说法。啊，劝他不要造这个业。这个业比忤逆十恶还重啊，还可怕了。那今天造这个业的人太多了。啊，坛鸾法师说的对。但是善导大师另外有说法。啊，听坛鸾法师的说法呢，那造了谤佛的罪业就没救了，这就宣判死刑了。善导大师给我们大赦，还是有救。但善导大师观经书就是四帖书啊，善导大师说的，为忤逆谤法不得往生者，乃复知无之意，方便之说。善导大师的话也可以相信。啊，佛为什么这个说法呢？佛是知无的意思，这个无太大太严重，希望大家不要造这个无。啊，你去看人家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上下和睦相亲，你就知道这个家庭决定兴旺。你看一个团体也如是，看一个国家也如是。我们去年访问斯里兰卡，看到这个国家，从总统到下面的人民，他们真正做到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。人与人之间真做到了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。啊，这个国家将来必定有前途。啊，就是家和万事兴啊。这个国家朝野和睦啊。
我们看他这个国家各级领导人，从总统到他们的省长、县市长乡镇长，你去看，一团和气，真难得。全国人民接受佛陀教诲，他们学小乘，小乘讲伦理、讲道德、讲因果，人人相信，认真学习，全国所有寺院，星期天对群众开放，不是叫大家去烧香拜拜，不是的，是上课。上课主要的对象是在校学生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在学校读书的学生，每一个星期天要到寺庙上课。每一个出家人都是老师，个个都能言善道。这造成一个风气。我们参观一个小学，听说这个情形的，从来没见过。就到附近，我们居住的地方不远，附近有个寺庙，去参观。星期天上午，差不多10点钟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寺院里头，学生应该超过3000人。殿堂、走廊、草地，都坐在地下，坐得整整齐齐，一块一块的坐整整齐齐。我们这些人去参观，学生专心在听课，没有交头接耳，没有回过头向我们看看，没有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专注在听经。我们看了很感动啊！这就能看出这个国家前途。在校学生受到这么好的教育，他们这个教育是用的小乘经里面的法句经，法句经有南传有北传。南传的好像300多首偈，北传有700首偈，讲得很生动。每一首偈讲完之后讲故事，与经文都相应的，听起来不枯燥，很有趣味，受到良好的教育。他们的经本我拿到了一本。南北传的时候印在一册里头，分量不太多，真学。上面从总统国家去部会长领导，下层去。我们在那里无量寿经讲了3次，6个小时。他们的省长、官员都来听。出家的法师也很多。
这个国家心量很大，虽是小臣，能包容大臣，欢喜大臣。用佛法来治国，中国在古时候，元明清三代，上面有元明清三代《蒙古大藏经》序文里头，我看到。这些历代帝王，他们遵从儒释道，以儒治国，以佛教民，教化人民是用佛教，用道祭祖宗，祭天地神明。儒释道都派上用场。宋宗祭祖用道教的。所以中国大陆的寺庙到处都有，农村里面都有。那是学校。那是佛陀教育，300年前没有寺院不讲经教学的，那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，星期天。没有工作的人都去接受佛陀教育。学生这一天不上课，上午接受佛教育。以教学为主我们看到了，咱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。让我们真正看到佛陀的教学，教学起的作用。那么，善导大师在此地说。是佛知我的意思，希望大家要提高警觉，决定不要造这个恶。这个恶比忤逆施恶还要严重。造了没有好处，堕到地狱不容易出来。这就是断众生的法身慧命。在佛法里面讲，杀人最轻，断众生慧命最重。你叫人得不到真智慧。这个责任一定要承担承担这个责任，果报就是阿鼻地狱。阿鼻是印度话梵文，这佛学大辞典有个简单解释。又作阿鼻之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间。阿凡造无，彼此是见的意思，间隔，
无间地狱是也。啊，无间，前面给我们说过五种无间，啊，当中没有间隔的，啊，里面最可怕的受苦无间，啊，那么他的寿命一个大劫，80个小劫，这么长的时间你在里头受苦没有间断，你说多可怕！啊，今天造作这个罪业的人很多，没有人提醒他，有意无意都在造。啊，没有把佛法看在眼里，随便回报，随便批评，你说这怎么得了？啊，他不知道果报，我们很清楚。啊，尤其是佛门弟子的回谤，比外面人回谤罪要，我想至少要加一倍。也就是，一般人回谤佛法堕无间地狱是一大劫，出家人回谤应该是两个大劫。为什么要做这么重的罪业？人生苦短呐，活到100岁的人不多啊。这么短的时间造这么重的罪业，将来要受那么长的时间果报，真正不值得。那么这个下面我们接下去看疏云啊，疏观经疏，善导大师说的此意，这个意思两就移植门中切。什么叫移植门？我们参考资料头也有，这是佛教的名词术语，位于十众生不放逸，方便引摄取之慈悲。啊，言是不明显，啊，用善巧方便，用大慈大悲，说你造这个恶，这个恶没救啊。而不是真的没救，是劝你不要造这个恶。这个恶实实在在讲，罪太重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对于摄取门而言，啊，下面有移植摄取。这里头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智者，啊，智者是禁止；第二个意思是容受，包容你，同于这福慈悲，啊，这福是智者的意思，
慈悲是容受的意思。啊，菩萨永远没有离开慈悲心。啊，佛以慈悲智慧圆满，与智慧门智者灭我重罪，这是智之你，尽之你，希望你不要造这些罪业。与慈悲门呢，容受善恶一切而无漏。啊，慈悲门包容啊，善恶一切通通包容。啊，你真造了，真造了也包容你。啊，但是希望你自己不要造。啊，为什么来制止你？要知道你自己造物，你自己应该受这果报。那别人看到你做，效法你，模仿你，跟着做恶的人多了，那这些人堕落，换句话，都是你带头带的，果报还是要你承受。啊，菩萨决定包容，菩萨觉悟了，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但是只要你当真，它就是真的。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你知道它是假的，没有放在心上，它真的是假的，确实刹那生灭，念念不住。啊，所以明白事实真相，它能够包容；不明白事实真相，他很可能走你的路子，向你学习。啊，学习甚至于比你造的还严重。这个责任果报，你必须要承担。下面说《无量寿经》的十八愿书：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《观无量寿经》说：忤逆施恶，居住不善，皆得往生。这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的意思相反，在《无量寿经》上不能往生。在观经里面讲戒得往生，啊，所以善导大师的说话由观经所证明，啊，谭鸾法师所说的那是无量寿经所证明，都有经典根据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这个里头的意思深广没有边际，我们学习要细心体会。啊，希望这些恶逆啊，诽谤正法，我们永远断绝。啊，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。
啊，好榜样就是赞叹。理解依教奉行啊，这是最好的榜样。古来慧解之者，慧是慧通，无量寿经跟观经慧通来解释，如善导观经书第四卷啊，说寿经越于未造业，无量寿经对谁讲的？还没有造罪业的人，劝你不要造，是这个意思。告诉你这个罪重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决定堕阿鼻地狱，要经历一大劫，你才能出来。啊，一大劫时间之长，你自己去算去，可以算得出的。啊，一大劫有80个小劫，一小劫的时间多长呢？这佛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般都说正见界啊，人的寿命最短的时候，的平均寿命最短10岁，从10岁起，每100年加1岁，加到84000岁，啊，人的寿命最长84000岁，这叫正。再从84000岁100年减1岁，减到10岁，这一增一减，叫一个小劫。那一大劫呢？一大劫有40个中劫，一个中劫有20个小劫，所以一大劫呢有80个小劫。啊，一个中劫是20个小劫，4个中劫，80个小劫。一增一减，80个增减。这么长的时间呢，那太可怕了。整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，就80个小劫。啊，如果出家人加1倍。啊，出家人回谤佛法，2个大劫，160个小劫，真可怜呐！啊，那么佛在无量寿经里面是就还没有造业的人提出警告，啊，所以这叫一指门，啊，很坚定地说，除逆谤，无逆施恶谤法，这不能妄思。那观经呢，他的对象已经造了恶业了，怎么办呢？没造好可以不造啊，已经造了怎么办？一造是摄取门，故取之。啊，若越于弥陀大悲本事，就像《法师赞》里面所说的：“依佛愿力，无逆施恶，灭罪得生。”
啊，报法禅体回念皆往，也能往生，有同一无别报土得往之也。这是弥陀真舍慈悲啊，这两个意思讲得通，没有造的希望你不要做，已经做的要回头，已经造这个罪业的人不念佛求生净土，他必定堕阿鼻地狱啊，他修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啊，往生净土的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，他行，那也就是造无逆十恶，回谤正法，除净土法门就没救了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净宗法门不可思议。净宗法门被一切诸佛如来称赞时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只有佛中之王能救你啊，你都要相信，都要回头啊，啊，不相信不回头就没救了。所以这两种经论呢，可以互相参考啊，说的都非常有道理，说的很精辟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如四十八愿中，除谤法无逆者，然此之二业了，其障极重。众生若造，直入阿鼻，这叫无间。受报无间，没有中阴身，这个地方断气，那个地方就到无间地狱。啊，一般讲有49天中阴，家亲眷属49天呢做佛事超度，这个来不及了，一断气就到无间地狱去了。啊，49天佛事对他没有真正的利益，他得不到，没有这个福报。是众生若造啊，直入阿鼻，历劫周章，无有可处。啊，句句话都是真话，但如来空其造思而过。啊，恐怕他们造这两种啊罪业，方便之也，不得往生。一不施不舍也。善导大师这个话说得好啊，阿弥陀佛慈悲也，不是真的不舍受啊，还是舍受。说若造呢，造的呢，那还舍受得生，虽得生彼，
化合精于多劫，此等罪人在花内时有三种障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佛还是施舍你，你忏悔、改过、念佛、求生净土。啊，佛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但是到极乐世界这花不开，你在莲花当中。要经历很长的时间，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自己的罪孽太重，啊，地狱苦里面了，不受地狱苦了，但是在莲花里面有三种障，第一种不得见佛。及诸圣众，啊，这莲花里头见不到阿弥陀佛，见不到法身菩萨。二者呢，不得听闻正法，啊，佛说法的音声，周边法界，你听不到。三者不得立誓供养。第三代人，你没有机缘，随意供养设方一切诸佛。供佛是修福，听佛讲经说话说法是开智慧。也就是这样而殊胜的修福开悟的机会呀，你得不到。啊，你生在极乐世界有这三种障，这个业障什么消除之后，花就开了，花开见佛无生。啊，除这三种之外，地狱里头的这种苦你没有。对，阿弥陀佛帮助你啊。啊，何赞，宗旨也远。也为处无力，诽谤正法，是乃就未造之己，且已知之而已。啊，他的说法跟善道的说法很接近，因为他是善道的学生。若有已造机，这个机是根基，就众生啊，已经造罪业的这些人，已经回心就忏悔了，改过了啊，念佛求生净土了，这还失去，莫有漏也啊，没有把它漏掉。意思是说，所言除者，设为止我之意。这个除，就是为除无逆，回报大乘。啊，实实在在的意思，
是为了知悟啊，希望众生不要造这个恶业，这是真正意思。是未造恶者不敢造业，若是已造者呢，但能回心，就是回头忏悔念佛，则任究摄取，无有遗漏。啊，佛还是建议你往生。啊，但是前面说过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很晚，没有那么快。啊，你有三种障碍。这三种障碍起了作用。你在花里头不能见佛，不能闻法，不能辨识十方诸佛如来。这个障碍算是相当严重。啊，除这种障碍之外，你没有其他的苦。可见弥陀大愿涉及无尽，这对佛的赞叹，摄受一切众生，无穷无尽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善恶众生通通接受，没有一个不接受的啊！只要你具足真心，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啊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只要具足这个条件，你就能往生啊！信愿持名，这四个字，偶业大师提出来的，印光大师完全接受了啊，集成了啊，信愿持名四个字就决定得生净土啊，不能有丝毫怀疑啊，你有没有造是我也？你有没有造无逆罪？有没有毁谤大臣？有没有毁谤经宗？都不怕，已经造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今天明白了，今天回头，今天起天天忏悔，后不再造，信愿持名，你决定的是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保证了，你就有无量寿了啊，无量寿在莲花里多待个几千几万年也算不了什么，寿命无量嘛，在乎这个吗？那总有一天业障消尽，花开见佛啊，你这三种障碍就没有了啊，见佛见菩萨，你也有能力啊，化身到十方世界供佛闻法啊，同时也帮助众生自行化他了。故善道
大师也。这两句是善导大师的名言，如来所以行出世。一切诸佛如来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？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应身在印度住持80年干什么？唯摄弥陀本愿海。他到世间来，不管时间长短，就为这桩事情，把极乐世界念佛持名往生净土这个方法教给你，传授给你，就为这一桩事情来的。不为别的事情。就为此事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决定不能疏忽。说其他经论呢，是附带的；说净土法门是正说，如来正说啊，不是附带的。你华严、法华都是附带的啊，这个要知道。所以我们在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，真正不容易啊，真正值得庆幸呢。你怎么这么好运气啊，遇到十方如来正说第一法门。确确实实不可得。我们是幸运当中的大幸运人啊，遇到夏莲老的回籍本啊，汇集本的成就虽然很早，但是未定稿啊。他3年完成初稿，10年的修订。成为正式的定本，不是很草率成就的，字字句句天天在琢磨，在修订，成就这个本子。这个本子成就的时候，是在中日战争当中，正式流通，抗战将将胜利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梅光熙老居士的序文，这篇长序
那一篇序文在重庆写的。啊，那么在那个时候，胜利之后，抗战胜利之后，啊，解放战争，所以这个本子出来非常艰难。啊，许许多多政治运动当中，对佛法造成了障碍，这本子不能流通啊。净宗学会这个名称是夏莲老提倡的。啊，实宗没有能够成立，只提出这个名号，没有正式建立。啊，我第一次到北京，去看黄念祖老居士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希望我在海外建立净宗学会，把夏莲公的愿望传出去。我说很好。那个时候我在美国、加拿大，啊，我在那个时候，美国、加拿大。有30多个净宗学会，现在这个世界上，净宗学会最多的马来西亚，这个国家不大，净宗学会有100多所，啊，世界之冠，难得了，啊，其实。净宗学会的性质就是过去的莲社、念佛堂，换个名称而已。啊，这就是名称现代化了。啊，研究培养师资地方称为净宗学院。啊，正式政府承认的净宗学院。只有澳洲一个，啊，澳洲政府承认的，啊，承认我们是学校，不是一般宗教，啊，这是到澳洲政府到我们学院的考察，仔细看看，这不是宗教，是学校。啊，希望中国将来到处都有学院跟学会。啊，学会是净宗同学修学的道场。啊，修学是以学习净宗经论、无经一论。以这个为主，啊，学院呢是培养讲经人才，弘法护法的人才，以这为主，啊，随念老，这个。
善导大师这两句话，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。善导大师在中国古德心目当中，都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。阿弥陀佛应化在中国。那么善导大师的话，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话。在中国大家知道，永明延寿，阿弥陀佛的化身。这善导大师，还有个风干和尚，国清寺的，这三个人的身份露出来了，硬化在世间，身份没有透露的，我们就不知道了，肯定有。中国人跟大乘有特别的缘分，跟净土有特别缘分。所谓家家弥陀佛，户户观世音。跟极乐世界的缘特别深。往生净土的人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，至少超过10万人。那就是10万人去做佛去了啊！中国这块大地呀，到极乐世界做佛去的，这1000多年来，差不多是1700年。从圆公大师建第一个念佛堂，东明念佛堂，往生的人这么多，所以这一块土地成为福地。许多人都来问我，我们到哪里去住比较好？我就告诉你看，哪个地方人有福，你到哪去。选举的时候，选举哪个好，你仔细看看，这个人有没有福报，有福报就选他。他有福报，我们大家都有福报，都沾光啊。要很仔细去观察，他是不是有福报，绝对不会选错。我不参加选举。如果要叫我去选举投票，每一个选举人我都选他，结果废票一张。平等嘛，不偏重哪一个嘛，我个个都选你嘛。所以既然说是废票，那我就不必去了。可是你来问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我也对哪个人不重视他，你们仔细去看哪个人有福，居住也是如此，哪个地方有福，这一块土地，你看几千年祖宗讲仁义道德，佛法。在这一块土地上这么兴旺，宗门教下成佛作主的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应该有3000人以上。念佛往生是别论，因为它太多了。至少是10万人以上，这个地方
那个福多厚啊！我们要对他有信心呐、厚德载福啊！啊，到地球上到处去找，没有一处能像中国这个地方。中国的不幸，就是最近这200年来，我们大家把民族自信心丧失掉了。怎么丧失掉的？怀疑祖宗，不相信祖宗，所以现在受这么苦，就是祖宗惩罚你。啊，你要是觉悟，赶紧回头就找老祖宗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曾经有人，我在国外的时候问过我，我们遇到困难了，这是讲现在的社会遇到困难了，国家遇到困难了，世界遇到困难了，怎么办？问我这句话，我反过来问他，我说你看看，3岁小朋友。小朋友3岁，他遇到困难了，他怎么办？他头一个要找的，找他爸爸妈妈。哎，他爸爸妈妈问题不解决了。那我们今天问到这个遇到困难怎么办？找老祖宗。只有找老祖宗才有办法，不找老祖宗就没有办法。啊，就给3岁小孩遇到困难，知道找爸爸妈妈。啊，我们今天遇到困难了，要知道找老祖宗。老祖宗有办法，真有办法。啊，老祖宗给我们的办法就是群书之要。群书之要从哪里来的？从四库全书来的。四库全书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真正的智慧、理念、经验、方法，通通在里面。啊，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祖宗对于后代这样爱护，这样照顾。啊，还特别发明的文言文，啊，让千万年前老祖宗留下东西，你能够真正理解，不会把意思解错。啊，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，不是什么高科技，什么到月球、到外太空，不是的，是文言文。啊，没有一样能跟文言文相比。啊，最伟大的发明，最了不起的发明，千万不能把它丢掉。啊，这个东西外国人学3年就学会。我鼓励外国人呐，学中国文言文呐，希望20年、30年之后，全世界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。世界就太平了。啊，世界就和谐了。啊，冲突战争通通可以消灭。啊，人与人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唉，现在说兄弟姐妹都打架了。啊，为了财产上法庭啊。从前说兄弟姐妹相亲相爱，现在这句话不适用了。找不到名词了，夫妻也不行。啊，夫妻都有私财，啊，都有什么互相隐瞒。
那都不讲真话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只有家找佛菩萨了，佛菩萨不骗人。啊，老祖宗不骗人，这真正可靠，真正靠得住。善导化大师这句话的意思，啊，下头念老跟我们说，啊，意味呀，三世诸佛出行于世，为此大师因缘，这个大师因缘是什么呢？宣说阿弥陀如来不思议愿力，惠救万众，就这个意思。特别是六道三途苦难众生，迷惑颠倒，只有弥陀智慧愿力能帮助我们，能救我们，故大师有云，这个大师善导大师啊，他又说，今逢释迦佛末法已极，就像我们现在呀，啊，大师是唐朝时候人，唐朝那个时候进入末法了，啊，世尊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这两千年。末法一万年，啊，我们现在是末法一万年，第二个一千年，啊，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，这第二个一千年，啊，这末法已极，弥陀本誓愿，极乐之要门，一切善恶凡夫的生者，莫不皆成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也。啊，这是善导大师讲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能不能超越六道十法界？能不能在一生当中圆满证得无上佛果？就在这几句话里头，这几句话，如果你真正相信，真正明白了，真正觉悟了，那你太幸运了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是一生的事情，不是第二世。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。因为往生的人是活着往生的，不是死了。啊，死了就麻烦了。死了去往生非常非常困难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啊，他的一口气还没断呢，看到佛来接引，看到莲花在面前，自己上了莲花，这一边断了气，就是活着走的呀。你问往生，他没死啊，世间人认为死了，他没有，他没有感觉啊，他把这个身不要了，换个身体啊。啊，莲花里面那个身体太好了，比这个身体好多了。啊，换一个身体。啊，那个身体是转八十成四肢。
我们这个身体是阿赖耶的性相二分，肉体是阿赖耶的相分，念头起心动念，念头叫心，心里是阿赖耶的见分。啊，阿赖耶是生灭法，所以我们的身念头全是生灭法，生灭法叫无常啊，无常就不是真的。啊，往生的人，莲花是正常，莲花不生不灭。啊，进入莲花里面那个身，换了一个身体，那个身体是法性身，不是生灭身。啊，它不是阿赖耶的相分，也不是阿赖耶的见分，所以它叫无量寿。啊，那个身体永远年轻的，不会衰老啊！啊，无量寿不衰老。啊，在我们这个世间不行啊，年岁大了，老了。那不能跟年轻人一样啊！啊，极乐世界永远年轻的，不衰不变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学习。啊，我的体会是这样的：花开见佛，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，听佛讲经说法。你什么时候离开讲堂就成佛了？为什么？没成佛不离开讲堂。离开讲堂等于说毕业了。啊，几时离开讲堂，每个人不一定，有人很快就离开了，有人很长久。啊，没有到见性，不会离开讲堂。啊，甚至于有没有证得妙觉果位，不离开讲堂，但你绝对不离开。为什么？证得妙觉的时间缩短了，所以一离开讲堂，就是妙觉如来，回归常寂光了。常寂光里面的妙用，比十报土殊胜太多，这都是无法形容的。啊，我们一生有缘遇到这么个法门，你还能改变念头吗？还去想别的吗？我搞了62年，终于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85岁才搞清楚、搞明白。明白之后什么？其他的不要了。啊，专搞一门了。啊，这一门就是无量寿经。什么地方请我讲经，我都是讲无量寿经。啊，叫我讲别的我都不干了，照别的法师，别的法师很多。啊，我就专讲这部经，专修这个法门，专念阿弥陀佛。我没有别的念头，只有一个念头，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回归常寂光。啊，时间呢？哎呀，越快越早越好啊！啊，巴不得现在就去啊！啊，现在去不了，是阿弥陀佛要我再多住几天，
那就多住几天吧。啊，多住干什么？为大家表法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看看我这个样子，提供给你们做学习参考。啊，我讲经55年，55年，我要是专讲这一部《阿弥陀经》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，55年都讲，大家现在看到我就喊我阿弥陀佛了。真的，一点不假。一生专搞一部经，还得了吗？古人有个例子。道卓大师一生专讲《阿弥陀经》，讲200-300遍。无论哪个地方请他讲法、讲经说法，他就是一部《阿弥陀经》。好啊，那是阿弥陀佛再来。我现在给诸位做样子，就做这个样子，啊，专门一样，啊，在中国，大概有1000多个县份吧，每一个县份去讲一部《阿弥陀经》，讲个1000部，全国每一个县份都讲到了，大概要多久？要100多年嘞。你都活200岁才能做到的，100岁也做不到。啊，算你一部经讲半个月吧，啊，1年才24部啊。啊，10年。240部，哎呀，100年多少？啊，大概2400部，100年。啊，你的一生呢，就过得真正有意思。啊，一生专讲这部经，要细讲的话，要1个月，1天2个小时，需要60个小时。阿弥陀经，啊，如果很详细的讲，哦哟，1年讲一部。我讲过，《阿弥陀经》疏钞。啊，有保留着有一套录音带。那个时候录音带一盘是90分钟，我记得好像我讲了300多次。啊，1年，然后好像应该有330次的样子。啊，一部《阿弥陀经疏钞》，讲的是莲池大师的疏钞。啊，那么这一部经是净宗第一经，是净宗最重要的一部经典，对西方极乐世界做了详细的介绍。啊，太好了！啊，念老的注解提供我们丰富的参考资料。83种经论，10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啊，让你真正认识了极乐世界，你真正认识他，你就巴不得赶快去。
你对这个世间毫无留恋。啊，有寿命可以不要了。啊，提早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这都是真的。我们看《净土神贤录》《往生传》，里面念佛往生的，我估计有一半的人还有寿命不要了，提前走了。啊，我感恩佛菩萨。特别感恩阿弥陀佛。啊，我的寿命只有45岁。45岁那年没走。啊，如果那一年要走，往生的品位不高。为什么？对极乐世界了解有限，没想到啊，延寿延了40多年了。啊，这40多年对我利益太大了。啊，把这桩事情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后悔呀！早年搞得太杂太乱了，没有专攻啊！啊，回过头来专攻，85岁才回头啊！啊，现在我不搞杂东西了，全放下了。啊，万缘放下。一心精进，啊，专搞这一门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我的一生可以跟大家做学佛的一面镜子，啊，我有哪些长处值得学？有哪些缺点必须要改进的？啊，缺点就是这些年来不专了。啊，不专的原因对经论不清楚，对自己信心不足。啊，愿心不切，啊，这都是病啊！啊，到现在搞明白了，信心足了，啊，我一足了，马上就放下，啊，就一门深入了，啊。这个正法救助，恢复传统，我是寄望在下一代呀。我这一代做不到了，我这一代再要去搞这些事情，就不能往生了。啊，往生大事，这些是小事。让下一代年轻人接触感觉，啊，年轻人记住我正确的这一面，改正我负我的负面，他的成就在我之上，啊，这是我们欢喜看到的，啊。希望年轻人大家认真努力，真努力，寿命
到了佛菩萨言场里，我这个例子你看到了。啊，我45岁寿命到了。啊，佛给我言场。啊，45岁以后的寿命是佛加持的，不是我的本命。啊，往后再住多少年我也不知道，你们要问的问阿弥陀佛。啊，问我不晓得，他什么时候来接我，什么时候走，毫无留念。啊，真正放得下。啊，天天都准备走。啊，所以对这个世间一尘不染。啊，如果想到还有明天，那你今天还舍不得离开，这个念头不能有。啊，念念阿弥陀，念念求往生。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以上《往生论注》《观经书》说法，虽然呢看起来好像是相悖，实实在在的呢亦可会通，并不相违背。啊，念老底下就给我们会通，论注啊，正服如来遗旨之意。令人慎重，不要谤法。意思就这个意思。啊，论中佛云：“此愚痴人，既生诽谤，安有愿生净土之理？”啊，这个人毁谤大乘，毁谤净土，他怎么会往生？他要真正求愿往生，他一定会赞叹净土，他不会毁谤。啊，他才能往生。啊，哪有毁谤净土？毁谤净土中还会往生？没这个道理。啊，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。是故经云：“无逆谤法，不得往生。”至于《观经疏》，这些呢，弥陀悲怨无尽，无逆谤法，果能临终念佛，世界忏悔法愿，如是之人，说意义中啊。一男一二了，故佛慈名仍然是受。这话重要啊！真正回谤大乘，回谤净宗啊，临终忏悔求往生。老人说的好啊，异义人难得有一两个。我们想想看，啊，真的有许多人干了这种事情，他会不会回头啊？知道错了也不回头，为什么？面子下不去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这个面子害死人啊！怎么肯低头下来？我错了，都认错。啊，我忏悔了，我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。好像这个话都说不出来，不好意思说。那只好阿鼻地狱去了。啊，这个我们
这种人我们看得很多啊，知道自己错，死不承认，不肯认错。啊，就是所谓是好面子，啊，太好面子。这是错中又铸成了大错。底下这四句偈，善导大师说的：“弘誓多闻四十八，遍表念佛最为轻。”啊，这是讲四十八愿的。四十八愿就是净宗的四十八门。啊，但是最重要的一门，最亲切的一门，第十八愿，生念必生，人能念佛，佛还念，专心向佛，佛知人。这善导大师讲的。又说，唯有念佛蒙光时，当知本愿最为强，这个本愿就是第十八愿。啊，下面说了，善导大师用四十八愿为哦真实的五愿。这五愿当中呢，再归纳呢，就是第十八愿。啊，善导，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，他是唐朝时候人。唐朝时候，日本、韩国跟越南有很多出家人在中国留学，都是善导的学生。啊，学天台的跟智者大师学，啊，学净宗的都是跟善导。啊，所以他们对善导非常尊敬。特别是日本这些法师，我们到日本净土宗的寺庙都有善导大师的塑像啊，画像到处都能看得到啊。我们看日本人尊师重道，我们非常敬佩。那么善导大师讲的五愿我们都学过了。第十二愿，定成正觉。第十三愿，光明无量。第十五愿，寿命无量。第十七愿，祝福称赞。这一愿很重要，没有祝福称赞，我们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？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？啊，释迦牟尼佛称赞我们才知道啊。这个称赞就是讲这个法门，为我们介绍啊。净土三经一论，三经佛说的，啊，为我们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是佛陀在世多次宣讲，啊，说明不是一次说的，多次说的，啊，多次说
就说明这部经非常重要。啊，不是重要，为什么多是说？一切经佛都是讲一遍，没有重复的，唯有这一部经重复很多遍。在中国翻译啊，也是翻译次数最多的啊，无量寿经有12种中国的翻译本啊，但是这12种本子有7种失传了啊，现在保留下来的5种啊，这在大藏经里面，大藏经里头有经名，但是没有这个书了，还有7种。啊，多次宣讲没有别的意思，加深我们的印象，让我们不断重复。啊，真正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真搞明白、搞清楚，你一定会真正发现求生净土，看破你才会放下了。啊，了解清楚就是看破，才能把这个世间放下。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没有搞清楚啊，对这个世界有留恋，还不肯放下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自然放下了，不必人劝你。啊，所以讲清楚、讲明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故于四赞中，这都是讲的善导大师。啊，在四赞中说，夜夜愿饮饮第18。啊，夜夜愿是48愿，处处都给我们说明48愿当中。第18愿最重要。18愿就是生念必生。啊，既然是造作无逆受恶，也能往生。啊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。真解。啊，真解曰。48愿虽广，习归第18愿。所以日本有本愿念佛这一个派，这个派别。本愿念佛呢，它就是执着第18愿。它48愿，其他的它都不要了。就要48愿，行不行呢？有那边的同学来问我，我告诉他，祖师提倡当时他们行，你们现在不行，这是为什么？提倡那些祖师对48愿都清楚，他那个18愿。里头含摄其他47愿圆满的，你们今天只有这1愿，其他47愿没有，你跟那些人不一样啊。所以那些人的这个第18愿，它里头有47愿，你里头是18愿，你现在你是光感18愿，其他的没有。
这就是你们跟祖师不一样。所以祖师能成就，你们未必能成就。经要不学透，要不学彻底，会出毛病啊，会产生误解。啊，自以为通了，实际上问题多多。啊，就是这不，无论哪个法门，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通通都由经教做基础。这是印光大师在文章里说的。你要不把你所依据的经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很难下手啊！不是说的那么简单的。啊，心愿持名，你看多简单呐！你要不把它依据的经论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的功夫不得了，你这句佛号佛不住妄念。你这一句佛号的时候，放下不了那些烦恼习气，你还是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，啊，未必能完事。啊，经教有用啊，没有用，佛为什么讲啊？啊，苦口婆心宣讲。我们今天把它看淡了，看清了，这个过失我们自己要负责。啊，佛对得起我们呢，我们对不起他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